行行，咱们来玩成语接龙吧。好啊，你说吧。掌声的声，升官发财，财，财源广进，进，近水楼台，台，台上有我，我是你爸，爸。哎，好闺女儿。你行，你竟然敢套路老娘，呸，找死呢。小姐姐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你问吧。我这里有两杯水，一杯毒药，一杯过期饮料，你选什么？我不选。嗯，不行，你必须选一个。那我选过期饮料吧，毒性应该小一点。啊哈哈，有两杯水你不选，你选过期饮料，你是不是傻？你行，我就知道你想套路我，看我不打死你。一星一星，我拿到驾照了。小姐姐你真棒，明天带你去看车。看什么车啊？奔驰、劳斯莱斯、法拉利、路虎、宾利、保时捷。哇，一星你真好。带你去认识一下豪车，以后见了躲远点，咱赔不起呀、啊、赔不起呀、啊、一星啊，怎么了？朱元璋找了8个人建立了大明王朝，马云找了18个人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业帝国，我昨天找了3个人输了10000多。啊，干啥了呀，输了10000多打麻将。